接着呢，我们请那个请师父带着我们大家来做一个回向。多少钱你？那个荧幕是要请他们放下来噻。有，他有遥控，他有遥控。来，我们大家请起来，请起立。我们会念一个回向文，大家一起跟着师父念。好，我们会议结束前都在佛前哈行这个佛前上香。他好像跳那个音康，对，好。那佛前上香，今天我们早上已经上完香了，你再来看一下那个香啊，对，都不是又熄掉了。那那个谁抓就谁？不是那个打火机。对对对，这个先打，这个就好了，把它先用完。好，那我们上香啊，花已经师父们帮我们准备好了啊，灯也准备，供灯我看到，好的供灯，早上有一起供灯的嘛啊，对，就想着这件事，这样子就好啊。好，那我们现在再把它上香一下，然后接着，哎呦，那内容呢？心经什么那个内容要往下，对，好，那这个，我们现在我回上一段好了，好，那我们先念一下，你到时候再第四你再跳哈。然后我们大家合掌啊，三问讯，第一问讯，好，再问讯，好，三问讯，好，我们一起念啊，南无本师哈，一起念，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波罗蜜多心经，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色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垢不净，不增不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婆诃。好，那么现在念啊，南无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南无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南无东方琉璃世界药师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发四重誓愿哈，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那下一个哈。弟子啊，我们就称自己的法名，没有法名就称俗名哈。来，我慢慢念：弟子法藏众等自心起愿，所有善缘护众等身心健康，离诸衰患，善念增长，早日脱贫，生活无缺，亲眷和睦，即无始劫来之
父母师长之事眷属，愿亲在主，乃至法界一切有缘众生等，蒙佛加倍诸苦解脱，解冤释结，往生极乐，至心回向弟子法藏，与给予会众等身心健康，灾障浅消，家庭和乐，事业发达，会务增上，福慧增长。好，最后结起我们今天所有的功德啊，上来弟子众等心愿如是，唯愿释迦本师药师如来弥陀慈父观音菩萨十方常住三宝不舍本事哀悯弟子垂念加持，毕竟当来令皆成就。好，来我们问讯啊，再问讯，好好三问讯啊，那我们互相问讯啊，好阿弥陀佛啊，好。